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学压岁钱。我们先来写压，压是一个厂字头，横撇。下面呢是一个土加一点，横竖横，第二横长一些，点压。压力的压，我们接下来写岁，岁是山字头，上面是个竖，横折竖，下面是撇，横撇，第二撇长一些，点。下面是夕阳的夕，就是太阳落山的意思。岁，岁月的岁，你几岁的岁？钱，钱包的钱，金字旁。撇，横，横，第二横短一些，横，竖提，金字旁。右面呢是横。横，第二横长一些，斜勾，撇，点。钱，压岁钱。那压岁钱呢，就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，也就春节期间，长辈给晚辈的一种礼物。那通常是把钱包在红色的纸袋当中，送给晚辈。那么长辈呢，可以是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父母等等；晚辈呢，是可以是孩子或者是孙子孙女，都可以。好了，下面呢，我们就给这三个字组一个词：压，压力的压。横折钩撇，压力，岁，岁月，月亮的月，撇，横折钩，横横，钱，钱就是钱包的钱，我们写一个包字，撇，横折钩，横折，横。竖弯钩，钱包。好了，压岁钱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欢迎订阅 My Giant Panda 学中文。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